王心凌给粉丝们的最新福利来了。近日，王心凌最新发布的视频与粉丝们一问一答，分享了她近期的心情和动态。快来一起听听甜心姐姐分享了哪些吧。觉得很开心，很开心我的青春，你们的青春住着我，很开心我是你们青春美好的回忆。一个比一个还有创意啊！王心凌男孩女孩们棒棒的，真的对，39点多岁，接近40岁。他们问我说好不好，在那边开不开心，一切都好吗？我说很好，都很好，就是40岁被当18岁在用而已。我太难了。好像还不错，都有在前面几名啊！谢谢大家的喜爱跟鼓励，继续给大家更多的精彩的演出跟惊喜。或就是认识了一票好姐妹，已经除了学生时代，已经很久没有跟这么多一起这样相处了。我觉得除了有很多不同于以往的一些舞台经验之外，还收获了一票好姐妹。首先我要感谢我的妈妈，我的爸爸妈妈把我扶生的蛮好的，还不错，就谢谢妈妈这样。但是呢30岁以后真的也是要靠自己的努力跟保养，运动啊，清洁啊，脸保水保湿，喝水睡觉都很重要。今年现在几月了？6月、应该是来不及开始知道哦。尽快好不好？尽快，希望尽快能够有，不管是演唱会还是自己的新的音乐的作品，如火如荼在努力中啊。不过现在因为还是在乘风破浪啊，先等我破完浪。就是找朋友聊一聊，听着我的歌，比如说如果你遇到了一些讨厌的人，你就听披你的雷正在路上，幻想着听我经典的叫一笑，没什么大不了，是不是？睡一觉明天会更好。很开心大家这么的喜欢看我的分享，虽然我的产量目前没有到很高，我继续努力好不好，讲好物，分享我的生活给大家。拜拜，往200万迈进。